对啊，我记得缆车啊，什么村长啊，这还有好多场景呢，还有《电锯姐妹花》。好，商人来了，商人。刚才打的是这个吧，绿色的这个方块。哟，子弹倒是给了一些，给了个小物资。哎，我记得之前还有一个两条道路让你选呢，左边是电锯姐妹花，右边是巨人，你要做抉择，想打哪个也可以，艺高人胆大，把俩都打了。这是什么东西？强光，哦，寄生虫是吗？正爆枪来，新的霰弹枪，6.4，6.4，比我现在这把威力还高一点。熔弹量是7发，嗯，我这熔弹量是2发吗？不对吧？嗯，大家都是初始跟初始比吧，应该是。弹丸范围比较小，但是攻击距离远。5000，这个买娃哈哈是5000，这个卖娃哈哈是多少啊？Ruby's all rubbish. It makes no difference. The price. 对，它是比较的是初始进攻出手。Thank you. 黑色手提箱已交换。哎，来了来了，枪托 Red Nine，这个要换吗？十个火药。专用枪托。这个9个。鉴定师，那有点亏呀，好贵好贵，怎么那么贵？不想换，太贵了，买不起。Your valuables won't do you much good in the grave. 这个要修一修。Your weapons, that's good work, if I do say so myself. 老狙，这把威力已经升满了，升一下这个弹容量吧。我一直用这把。Fellow like yourself should notice the difference right away. 老爵威力要不要改一下 ？Molding a weapon to suit your specific needs, it's a thing of beauty, isn't it? 威力20000，这个威力已经升满了，这个威力基本不用升。Your weapons are in good hands, mate. 升，好，11000了就。枪托只影响后坐力，就是准音扩散那个事情嘛，对吧 ？A well-tuned weapon can make up for a lack of skill, friend. You get some bang for your buck, I guarantee it.Will that be all then? Come back anytime. 怎么火药多啊？刚才捡了一个。存个档。换不换？
暂时不换，后面再说。我想先换到那个票。我觉得瞄准有点奇怪，速度不够快。就没用红酒的。票可能是给红酒用，也有可能给喷，不一定。红酒因为二周目还有用的，所以早点把它那个升啊，威力翻倍升出来会更好。哦，我懂了，这个还是得开，就是相当于你推满摇杆的时候，它怎么动，可以动快一点，但是细微的调它也是可以调。换钱了，要掉钱吗？我要掉手枪子弹了。我的钱好像暂时没用了，再换回这个。卧槽！天哪，是最珍贵的9000宝石，厉害了！加强防卫。动态分板的话，也开始掉钱，大差不差。你说话声音太响了，我操，他怎么突然转身？被谁发现的？
操！我操！我已经想加载游戏了，还好刚才存过。哎，是这个牛哥，这个牛哥不暗杀，要想办法把牛哥给暗杀了呀。这牛哥不暗杀怎么行？他掉的不是菜刀了，这是一周目吗？是。刚才是被谁看见？高处的那个吗？高处巨叫，那不是发出了声音？居然没人听见。听不到狙击的，这么如此合理的设定，谁想出来的？还有一个，有吗？不会是我头上吧？好像没有。应该在前面的吧。耶！怎么回事？又被谁看见了？这次？跑跑跑跑！不战而退。重来。
Ashley. 李阳，我看你自己都不行了，还 Ashley。哎，捡了一个绿草是吗？啊，大零件那么多个。那全是钱。来了，红草来了，等了好久。那个暴虫敌人去哪儿了？哎妈的！还好那个暴虫敌人没有过来。可以吃药了，跑去商人那里卖掉哪个？哦，这个人在这儿呢。就差一枪功夫，下一个问题是怎么上去？上面还有补给，能上吗？这儿是不是要到后面的某个地方才能上去？啊，这儿可以上去。这个看上去像是还不是，我以为是那个 DLC 给的，并不是。没巨人了，村民想把 Ashley 带到哪儿去？我也很疑惑。我掉的刀刀呢？好像没了。吃不吃？吃不吃？把蛇吃了，蛇跟这个绿草回的是一样多的。哎，把绿草吃了呗。这跑步速度慢了，把菜刀，哎，一个尖晶石，天哪，一个尖晶石。那我现在30个尖晶石了，可以换那个东西了，是不是？啊，那打双电锯了。哦，双电锯应该怎么打？刀用刀插它吗？别。
哇哦，这个场景有点厉害。那不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我操！怎么了？被谁看见了？篝火有个娃。看了半天没看到谁发现了我？他们已经发现我，我还没发现任何人。往灯泡上射弩箭雷会怎样？这个吗？这个灯泡吗？Holy shit！ 还想给他扎一刀呢，这什么东西？救赎圣杯，三个方块。一枪没空了，雷又不少，雷为什么总是掉那么多？哦，篝火，哦，看到了。发条声，一定要进去以后才听得见。每张一个，据说是。地方很大，sure is quiet。上面有一个什么，这个东西，人杀光再来拿吧，别忘了就行。大爷在楼上呢，要不要先打他？
他怎么下来？是不是 Ashley 被看见了？好，没事儿。又步枪子弹，这次的子弹什么的都放在一个叫什么，色彩比较低调，经常看不见就错过了，有点难受。可以提前不爆炸键秒掉，打开爆炸键秒掉，是吗？那你要背板，那打攻略的不是我，走一圈看看地图。先把这个固定的拿掉，是吧？啊 ？Stay here. What? Okay. 大战后再搜刮麻药，这样掉的东西是不是好一点？身上弹尽粮绝的。哦，这个道理，你说的对。还有个神龛，你们还是你们精打细算，还说我跟你们一比，我真是太不会过日子了，真浪费。我操，怎么是跳下来了？Oh shit， 这个地方我觉得不太妙。我也觉得要来了，有什么东西要来了。哟，这个地方倒是两个门都开不开，那必须从那个有问题的房间出去了。电锯姐妹花，这个楼梯还是断的，出不去呢。拉一下扳手，刷人是吧？行。这个枪为什么不能用？这个是个刀子，也是个。灯泡上可以设雷背板，是不是随意的套路吗？是这个地方吗？我操！这猥琐还是你们猥琐？来，他为什么不直接往后退一步就行？装什么逼？
chose yours. I am flattered. I'm a one-lady type guy.打到了什么东西？我操！等一会儿，吃个这，来吃个这。比村里血少，比村里血少也挺难打的感觉。这个房间太小了，主要是。啊，吃个啥呢？说的对，对，看到了，看到了。让友军多扔点雷吧，大哥，你点着雷。紧张了怎么？哎，我怎么刚才没看见这？我他妈亏了，我亏炸了呀，同志们！谁在说话？你那么快下来，我的弩箭怎么又丢了一半？哪儿去了？哎，冲锋枪弹呀，哪儿呢？我知道可以直接倒。哎，弩箭在这儿，原来射那么远。小房子里面，太顺利了，还行吧。电锯姐妹花掉了啥呀？说起来，这不，我去。
就掉了一个摇把呀，我要你摇把呀。确实有点折磨。子弹快没了，弹尽粮绝。步枪子弹来了 ，nice。这是什么时候开的？这是第一个开的桶。刚才在这儿呢，这儿有一个黄草，不知道为什么没看见。开桶子去了，同志们。真的有手柄哥能过吗？我们看看手柄打得怎么样。我那天看到阿英转了一个视频，不对，传了一个视频，他自己打，应该是手柄，他是 PS5 玩家。最后一关，全骷髅 S， 有点牛，我看着就觉得有点屌，我都还没打。哎，怎么掉了？掉点好的。妈的！就这，你躲这儿，不行，不能让他躲那去。这儿还有俩桶是吧？白菜刀，什么需要背板？哎，这是什么东西 ？Where is this？ 我怎么没看见？哦，那么明显，还好，地图帮我标了，眼瞎了。牛逼啊！总统女儿那么屌，这穿高跟鞋，这是两人高的地方跳下来，真是厉害！是个尖晶石，对，九老师的键盘神，太牛逼了！最后看一眼啊，再转一圈。从这儿来的，这儿过不去。对啊，两人高嘛，不就三米多啊？总统女儿算他一米六，那就是三米二。可不牛逼呢。这边有没有什么东西？破门而入的地方，应该没有了，关的还挺干净。活动空间很狭窄。我说挺对，为什么打我？对，很多又细又长的啊，你可以甚至还可以在这儿绕。我刚才送他们俩雷才干掉的。怎么这个还有冲锋枪子弹，我怎么没看见？
行吧。怎么走来着？这儿吗？哦，这儿。哦，对。哎，村庄已经快没东西了，好像被我摸干净了。没东西了。宝藏没有落下。快出村了吧？要打下村长，打完村长就出村了。Did well back there. 看一眼成就。Seems this isn't your first time running from creeps. I can't tell if that's meant to be a compliment. 不是成绩，是这个吗？第一章，不是这个吧？挑战列表。收集。后3839正好前面还有一个，对，那就对了。还可以看到啥？10万以上生命之存上限，手提箱上限，所有配方武器配件，悬赏任务破坏，还能看见奖励是啥。更多的角色服装，好，最后两个是不是要坐板车了？安静。还是体力不是很好啊。我操！闪光弹我到现在一个都没用，51发，尴尬。子弹永远是那么少，快放不下了。你反正用完了它就给你掉呗，是吧？我操，这路。又是火药，给的补给让人有点不安。突然之前给一堆东西，说明不太对劲。
哦，刺激。Come, child. Ashley, run! Hurry! Be calm. Ashley!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扔一个闪光弹？他竟然给了一个闪光弹。耶，怎么了？纳尼？这？那这？是吗？好家伙！他自己都快死了，还救你！Don't worry about them. Holy shit!往哪儿走啊？这你妈的往哪儿走？哦，看到了，我看到了，但是来不及了，好像是旁边那个黄岩的油漆那儿。妈的，那我这个闪光弹有点呵呵。断断。嗯，他还是有个假眼。进了城堡才是懂事理。哎呦，我的满心血，我的满包包心血都没了，我好心痛。有钱钱没捡。这还拉一把。我去 ，no， 什么玩意儿 ？no pass。完蛋，又多了三发手枪子弹。
突然之间那么大方。不要吧，我绿草莓了。Hello, stranger. Hello, 个蛋，我绿草莓了。Welcome. Got a selection of good things on sale, stranger. 3500，那么便宜。Your valuables won't do you much good in the grave. Thank you. 手枪哪个好用？黑尾，黑尾或者红酒。Ruby's all rubbish. It makes no difference. 哎，哇哈哈，不玩，不买。That's our choice to make. That cash in your pocket or your life. Easy choice, mate. Molding a weapon to suit your specific needs. It's a thing of beauty, isn't it? Will that be all then?就手枪。Oh, my back is killing me. You come back any time. 那打村长是吗？判定血好用，是判定血也好用。DLC 那把也很好 ，DLC 的容弹量很大。黑尾现在没有激光瞄准，然后红酒的话不用瞄头，就打身上就可以。我刚才干啥来着？哦，对。这个再换一下，现在手枪子弹又够了，再换回来。能装激光的三把枪应该是哨兵最好用，然后才是判定血。判定血的话威力，最终威力有点低，就是后面打那些带盾牌的会好一点。我操，那么多手枪子弹，真大方。我操，我操，又是一红草，想干什么？我没有绿草，我能不能红草干嘛？这个打哪儿？操，这怎么打？来来来。
要那么多闪光弹干什么？搞不懂。什么东西 ？Oh my god！ 这是什么招？有点帅呀、啊。我看到那个眼睛了，但是不太打得准。大部分招可以躲或者弹弹。走，等一下，我觉得这个可以存掉了，是吧？这可以存掉。好，走。Be careful. Be careful. 妈的，没完了！嗯，好像就一个绿草。我操，比装的有点过分了你。我刀呢？shit， 我刀什么时候全坏了？哎，躲不掉。
还能上吗？哎，不能上。什么东西？我操！这要怎么打断呢？读错档了，大哥，读错档了。这个吧，对，二楼太危险了。手枪开枪的，哦，尿猥琐，不过确实可以。就要躲下去吧，好像。
这样作弊呢？可以补一两枪，是吗？哪儿上去了？还行，伤害不高。根本打不到，还有第二个没打到，Oh my god， 没药了，尴尬。哦，还有一个药。重打，八十很满意，还可以打得更好，多打几次就知道套路。
我忘记修刀了，我突然发现。Quit for such a big bastard. Hey. Quit.闪光还没用，其实它瞄准时间还挺长的。
shit.楼上还有东西吗？应该没有了吧。Bond catch their attention. Let's keep moving. Watch, 全部打完，打真凶啊！资源没了呀，只剩下一堆合成物。Leon, I'm not gonna turn into one of them, right? I won't let that happen. I promise.哎，这是哦，这是这个地方。我有伤人了。Come on. Okay.一堆子弹没有药啊，主要是。要进城堡了吗？感觉我操，这好东西，没东西了。进城还有伤人应该。眼球，哎，对，眼球说起来不用开门了吗？12000块钱啊，陶瓷一眼，那么爽。
Jerry 有道理。怎么没有村民的追赶？有点不习惯。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being followed. Come on. 来到了城堡，这仗完结了，就这完结了。行吧。58分钟，死两次。哎，什么时候死的？我好像都是独挡的人。下播了，大家拜拜。Hola, Luis here. You missed the road. Well, I wanted to go home, but Ashley just had to see this castle first.Because I have a present I want to give you. Medicine that will help to suppress the progress of your problem. Where do we go? Let's see. Come to the courtyard inside of the castle. We can meet up there. Ciao. All right, Ashley. Luis just said...以前是到这儿好像才能卖那个震爆枪。Welcome. I've got something new for you. 来了黑尾。All my wares are in tip-top shape. 四摇战士步枪。折翼蝴蝶，哇哦，一定要买这个。马格人弹药免费，物资，哎呦，还可以买这个。物资小和马，哎，这样的是小吗？原来小就可以了，29000，不是，主要是蝴蝶要在它打折的时候买。买了不一定用啊。这个刀一定要在用完全用掉之前把它修了，要不然的话现在还剩一丝耐久，是3600，全部用完修是5000，太亏了。Weapon to suit your specific needs. It's a thing of beauty, isn't it? Your valuables won't do you much good in the grave. This is what? 红色草药掉落森林。Oh, my back is killing me.Haven't been kind to us. 哦，就是这个，同志们，就是这个，就是藏宝图。我换了个藏宝图，换了个黄草，别的我都没换。到这儿就可以30块钱的改造券，直接进行港，牛逼！藏宝图也要换，嗯，那就是之前那个黄草换的有点亏，不应该换那个。一会儿还有个任务，不着急。
这个改完以后是不是直接变成那个啥了？ Time is money, mate. 我换一下看看。So, which weapon will you be given a shine to? Give us a shout when you want to tune it up. 就在这儿。You have a ticket, do you? 还是他们要钱？ Choose a weapon, stranger, and I'll make it sing. 还是要钱呢？我以为不要钱了，十万块钱，开什么玩笑？没有钱，那么多钱。不用吗？哦，懂了懂了懂了，原来如此。2倍威力的散弹还是1.5倍威力的红酒？Not seen anything you like, stranger. 还是红酒吧。这个刀也可以啊，刀没有意义。懂了，但是不着急买。懂了。好，今天直播就到这儿了。